人的眼睛很神奇，随着时光的变迁和心境的变化，在同一个画面里总会发现新的美好。我觉得这是时光的礼物，而精纯眼霜在时光中守护着眼睛美好的状态。因为我自己是住在北方的，北方的气候是比较干，那工作上呢又要一直面对各种强光，眼周当然就非常容易干燥起纹，所以很需要像精纯眼霜这样滋润的质地，涂上去很绵密又能很快吸收，上镜的时候眼周就能保持很好的状态。我是一直坚持在用了，真的有看到细纹是一点点在变淡，不知不觉的我自己是离不开它了。不为岁月痕迹所焦虑，尽情享受当下的美好。兰蔻精纯眼霜